美国职棒看华视，洛杉矶道奇跟纽约大都会国联冠军赛第五战，系列赛3-1领先的道奇，本来想要在 Game 5拼赢球封王。大谷翔平呢，他是敲出了两支安打，而强打 Mookie Betts 他也有开轰贡献全垒打。不过本场啊，大都会火力更凶狠，重炮 Pete Alonso 的三分炮直接粉碎了道奇的封王美梦。Alonso dips it out, sends it in the air, deep center field.纽约的球迷嗨到不行， Alonso 他在一局下就敲出了三分打点全垒打，重挫了宇宙道奇的士气。梅子军本场可以说是火力到爆发，团队敲出了有14支的安打，里头就包含了北极熊 Alonso 这发三分炮。大都会火力全开，中场是以12-6赢球，成功阻止道奇封王，系列赛追到2-3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